人称九爷的神秘人物莫寻，温文尔雅，凡事从容淡定，该爱又不敢爱，过着光明却是让人心痛心酸的生活。为什么你不说明白？我怎么知道你究竟要的是什么？我恨自己，在你每次哭的时候，我没办法替你把眼泪擦干。12月8日起，周一至周五晚间9点，中式古典浪漫浓情巨献《风中奇缘》。